那个代表的那个是日本了，我的名字叫日本了。我是从小就跟那个老人家要盖房子，小孩子、女孩子、大人都是在一起，就是要进石斗啊。进石斗的话，先用这个嘛，打不过了。盖房子要弄平。几十多要刚有那个面啊，十多有命啊，应该是这个是命，应该是这样摆。第一层是一定是大的，因为要给它稳啊，一定要压这边，也要压这边。过道啊，每年一次要修。拔草啦，整理啦，说我从小都是跟他们去，所以他们说这个人是很会做那个取石头啊，说我都是在他旁边，我看看他怎么做，就我跟他学，也是我的叔叔啦，可能是取石头可能是跟那个叔叔一转的，很可能。第二种就是这个。这个小石头很有用，因为这个大石头都是在外面嘛，所以这个要抓这个外面的，就不要离开，就不容易掉。盖一栋房子就是几十个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是弯沙沙的，我们阿里最好的步道就是那边是我做的。最后一点这个是我做的。做那个步道跟那个起那个房子不一样，人要踩啊，所以就要比较细一点啦、啊。然后先换泥土，所以你摘的时候也不会咕噜咕噜叫。就这样就不会动了。也是一样，要换泥土。石板也要干，要，因为这样会滑，就是这个是要放在里面，这个比较扁的就放在外面。从这边。这样就完整了，走上去也不会动，从上面下来也不会动。马上来了。